前几天在首尔开启了团体的首个单独演唱会，每一位成员都有表演各自的 solo 舞台。其中 Karina 以神女降临的气势登场，精心准备的舞台加上 AI 般的美貌，让粉丝们整场都看得目不转睛。另外 ，Karina 在表演歌曲《Lingo》以及《Don't Blame》时，以青春感满满的衬衫搭配领带的造型登场，宛如大学学姐的气质，让人直接陷入恋爱呢。在表演期间，因超好的身材，多次让衬衫失控，不停往上缩。在跳舞期间，也多次调整衣服，看起来有点不自在。내가